契约内容的备忘录呢，在我们的媒体镜头前面呢来做亮相，请各位记者呢帮我们多多的曝光，同时呢也希望为我们彰化县的彰化县长桂平国十六号加丹宁红利股份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经理和台湾分公司董事长毕松文签订合作的书面资料，共同推展丽华风电，希望彰化成做绿能的都市。我们今天很高兴，丹能公司全世界最好的离岸风力开发商丹能公司能够选中我们彰化来这里来开发我们风力的发电，那我们会跟他们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未来，20号跟21号有台电以及加拿大的公司继续要来跟我们签约。那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将我们彰化县的外海打造为东方的沙特阿拉伯。我们有绿军，我们要发展风力发电让我们所有的全民都能够致富。So Changhua is in the middle of it and will benefit tremendously. And we are therefo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is LOI, which marks a very good start for us here.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Many thanks to all of you. Thank you. 所以彰化呢，其实就在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能源的发展的正中央。那它也会能够享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与利益。那我们其实非常荣幸来到这里，那也非常期待能够跟各位能够非常紧密的合作，那也很荣幸能够签订今天的这个再生能源备忘录，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台湾积极推动能源转型，国际能源的业者也看准市场的能力，入来咱台湾投资。丹宁风力预计建置彰化外海四座风场。彰化县政府积极筹备丽华风电的云维产业布局。和彰化成做丽华风电主要风场的运维中心，透过发展绿能，结合彰化在地资源，发展丽华风电产业，打造台湾海峡成做东方的沙特阿拉伯。公益频道柯伟丁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